那我看还有跟喜剧天王跟我这些狗打也偏好哈，或合作嘛。对，都会天王，以及狗打也天王。压力挺大啦，因为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是我的人是这样，我觉得演戏最重要是大家那个开心，对。所以我看到我这家人看前面这家人，我孩子啦，花花一流后，是这戏整啊今后，是我把狗皇合作过，我也是挺欢。非常期待你们的火花。其实我多年来拍这么多，我拍了24部电影，我都没有发现哪天在算才是好，拍了24部电影。然后呢，只有一部啊，就是皮瑞芬，就是跑吧孩子。对。可是跑吧孩子那个时候拍的啊，大家就比较嘲小孩子的故事。其实，一路来的跟宫的故事还真的是没有真的去拍。哦，那么你看我最近在做这个 research 我觉得真的就是港澎的那个日子，因为那段日子你是无忧无虑的，然后呢，很多事情对你来讲啊都是很新鲜的。可是那你现在突然间你发现到哦，你回不到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有时候晚上啊，在想，哎呀，港澎那个时候也是跟我弟弟啊几个人在聊的时候，那你说哇，哦，这是回不去了，很简单的，下雨小孩子跑出去，以前我们的妈妈没有叫我们回来，现在你的孩子跑出去，都过啊，Reuniting啊，Coming，对，所以就那个不一样，训练 Catwan 真的，所以那种以前我们港澎下雨，然后勾起水很多。 鱼流出来，我最好它游这边，我们就反方向去抓鱼，拿一个对，这是国王口音，天台湾进喷了，哎耶耶耶耶，不听不听不听呀，不听，就这样捞，一大堆鱼啊，真的，现在是他们讲，不要出去，连有太阳都不能出去。国王口音是你的方言，你这个是方言呢，打算挑战多少%？OK，我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，对我来讲呢，就像因为这个戏，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忘记跟你们说，就是说，其实还有马来话，反正丽珍很多时候会讲马来话。
他会跟，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苏海咪嘛，啊，苏海咪会演那个角色，苏海咪呢就是他的朋友啊，甘崩的朋友，那常常会，他会跟他讲马来话，两个人的沟通，因为当时就真的就是这样，哦，华人多数会配合去讲马来话，所以那个年代是这样。那么还有这个那个印度人，他其实你这样看，这印度人的戏其实都不少的，那么他们本身也会讲英语，他们会讲英语，所以英语、马来话、福建话还有华语掺到了。我觉得是应该相当 balance 的，所以不会过电检的要求的多少的 percent？ 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会按照他们的要求了来看看。现在我不敢讲什么，就是因为拍的时候我们一直会记得，那么当然，所以他的副导要提醒他，不要太多福建话，不要太多福建话。因为基本上王雷啊、国皇跟林肯都是不给喂的，对不对？演戏里面。对。可是我想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电影，历史电影，对，它不是电视剧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现在也比较开放，应该比较对，因为也他也希望他下一代懂得他自己的根，因为他的背景，就好像不一定说你说福建话，就好像客家话、台南话或者是方言就好。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忘记了自己的根，所以那些老人家就没有办法跟那些小孩沟通，因为小孩都是上网，都是 iPad、iPhone。所以其实这部戏我觉得啊，我觉得应该这个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。那能不能讲讲你们三位的甘崩生活啊，就是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的大便。对，我是大便。你们是甘崩只会大便的？不是，我不是住甘崩。对呀、我是住着，对、可是我的阿古是住甘崩、所以我就跑去住假期的时候假期住，所以我最印象最深就是大便、因为我要特别在那个桶，而且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桶的，他的更久，他的我的好像是我蹲在那边大便，臭的要死。没有，我们是蹲在两个板上面大便的时候，下面猪在吃大便。而且然后我就很好奇，那个猪吃的津津有味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丁，我们讲的这个是人家塞，你吃，人家塞，懂吗？很奇怪，一再在准备吃你的大便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以前的流氓哦，在甘崩的哦，他们保护你，他们跟现在的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就是说，哎，他知道他住在这甘崩，然后他也不是流氓，也不是什么，他不会去管他的。然后如果他看到，哎，王雷跟我的甘崩是不一样，他来自别的甘崩，他就来了。然后他有纹身，不用讲。他一定打，对，那或者是这个人去他的港崩，他看到这个人是流氓，他直接打。那时候刚好没有问，刚好这次就发生一桩事情哦，你懂吗？他不是有一个命案吗？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些别村的那个人哦，来港崩拆迁哦，那边那抢做架楼而已嘛，他在做司机，结果呢哦，他一来嘛，然后那些流氓就来了，要打他嘛，那个人哦就拿刀砍，哇！然后呢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，我是跟我妈妈要去锅底嘛，我就看到哇，怎么这样多人呢、那个妈妈说快穿啊！刚才我瞄到哦，地上躺着一个人哦，一滩血。后来哦，这个新闻你再去找，还在。当时我很 surprise， 我在现场。对，你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，哇，好像你哦。因为看到这个以前的甘崩的男人，一定娶自己甘崩的女啊，会，他不会去别的甘崩找对对会会这样子，因为你过去他偷送阿伟家会被砍死，会对对真的，以前要不然你就会说哎表哥跟表妹，但是堂就不可以，对，或者是第一家跟最后一家的男女一起结婚，你去别的甘崩哦，你以前呐把 series for Dembini 都被砍了，我以前。走你们有时候，本来我是无人嘛，然后那个一个医生嘛，就是这个情形。他整个甘崩送他回的时候，整个甘崩那些排架在那边，我自己退，自己退不跟他。这个你惊等，这个你惊等。真的就这个情形。你就自己赶快退啊，不要再出现这样。对，没有真的，以前三十多年前，你不可以靠他们的人的，因为他们是 self supply 自己用的，你不可以。